在我肩膀，坚持就是我的福。是。要这样播给你看。啊，对，这个。哦，对，没错啦，没错，他挡住了。裁判刚刚有来做解释啦，他说。今年啊，应该说去年开始，业余的比赛就引用这个条例，就是你在未持球的情形下，你不能把本垒板 lock 住啊。观看球赛，他在未持球的状况下，他说最后如果传歪了，跑过去可以，但是你看他很早以前，他的那个脚就已经卡在本垒板那个位置了。对，你再看仔细点就发现很清楚了，有没有？他几乎就是他坐在那边，对啊，他几乎是坐在那边的，所以我们错了，所以要跟裁判说个抱歉。可是那个主审第一时间也判出局啊。啊，主审第一时间不是也判出局吗？他说他判出局的那种条例是，哎、欸，对啊，他还判，他判出局啊，他不是out吗？对啊，那就没有问题啊。哦，哎呦，可对啊，对啊，当然那他还判出局，那就没有，那也没什么问题啊。不是，还是因为他判出局，那你们看慢动作是说是 safe， 所以说他是误判，但其实他出局是因为他挡了本垒包。哎、欸，我们，你们那时候怎么说？他判 safe 吗？他判 safe 吗？哦、oh, ，对、oh, safe. 然后再，哦、oh, ，所以你们说应该是出局，对，他判 safe， 我们觉得应该是，那这样就是误判啦，没有啊，哦，好，哦，没错，对，有没有？因为他挡住，所以是 safe， 对，所以时间来讲是来得及嘛，对不对？对，所以他判是，对，好好，导播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播一下，好，谢谢，好。喜欢喜爱棒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透过我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一起来到台北的天母棒球场欣赏2015年第三届中信杯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在今天为大家在早上10点呢所带来的比赛是复兴高中对上的是新店高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现场已经有表演了。那当然在天母的棒球场呢，还是有精彩的一个比赛，今天也有赛事的一个安排。我们先看到在现场呢，这边有非常热情四射的啦啦队，而且
感觉是有训练过的哦。这是在新店高中的康复社的同学们哦，为今天呢，应该算是黑豹旗的第二天，10月4号礼拜天的一个比赛所带来精彩的一个表演，一起来欣赏一下。如果能保存多久？只要我一张口，享受就只剩一瞬间的感动。看我那青春壮阔，突不起的蝌蚪，谁都变成王子要忍耐多久？我走在向阳的斜坡，朋友啊，打造心中的大梦，建构一个新的王国。大保守，没尽头，就算整个世界都要阻挡我，抬起头看天空多辽阔，就算跌倒也不要堕落。大保守，向前走，光的速度需要勇气去掌握，有你陪着我就已足够。Viene Diego rumbeando con la luna en las pupilas y en su traje agua marina van restos de contrabando. Y donde más no cae un alma allí se mete a darse caña, poseído por el ritmo ragatanga. Y el DJ que lo conoce toca el himno velándose para Diego la canción más deseada. Y la baila y la goza y la canta. Y es el e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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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 e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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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je,诶，我们看到这是呢，在新店高中康复社同学所带来的精彩的开场表演啊。那当然，这就是感受到了这个高中同学们的一个热情四射的一个感觉哦。年轻青春呢，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啊。今天呢，在这个天博的棒球场啊，我们当然也有两场比赛要带给大家。那在转播的工作部分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知名的球评郑景毅郑教练，以及由我杨振磊还有全体的转播团队呢，要为大家来服务。大家好，振磊，还有各位其他棒球迷，大家早。好，在今天的一个比赛呢，当然也有两场的一个赛事啊。我们从早上的10点呢，就要带来这场比赛啊，是要由新店高中呢对上的是复兴高中。那当然在昨天的比赛啊，也是为黑豹旗今年是中信杯黑豹旗啊第三届的一个比赛揭开了序幕。那在昨天的比赛呢，有这个离岛大战啊，这个金门马祖的一个大对决。那当然最后呢是金门农工哦，是拿下了胜利啊。那在这个另外两场的比赛呢，包括古堡啊，也是去年冠军嘛哦，非常成功的是提前3局结束掉了比赛，22-0击败了对手，拿下了1胜。好，在今天的一个状况呢是。罗东棒球场也有比赛要来进行，那在昨天的比赛其实有点发生这个类似的状况啊，就是
苏澳海事是没有带证件，因为这次当然是全国的一个比赛哦，所以对于证件上面的一个要求是很重要的。那今天的一个比赛呢，永明高中哦，最后也是因为裁定的一个关系，九比零呢是击败了玉里高中。昨天的比赛，西松高中呢也是九比零啊击败了苏澳海事，那也是因为这个证件没有带啊，所以最后是裁定。那这是在今天的最新一个状况哇。只是很可惜的啦，而且昨天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呼吁，出门之前你一定要确定证件有没有带齐啊。对，所以这个难得一次的机会啊，你顶多是可能有一些像如果是高三的学生，就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没错，所以真的就是再次的呼吁啊，这个还没打比赛的球员还有教练们哦，这个学校一定要注意一下，既然都已经报名参加了。难得有机会来打这个黑豹旗，所以一定要记得携带证件。而且我觉得比赛有输有赢啊，但是在规则上的遵循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没错没错，不管到底是对谁啦，或者是说你会不会赢球啊，这些基本的东西规则大家要遵守。那我们欢迎两队球员进场。现场一个状况，我们先看到在新北市的新店高中啊，对上的是台北市的复兴高中，这是北一区的比赛。好，两边的球员也都出列了。那我们其实可以刚刚从画面有看到啊，这个应该是复兴高中啊，他们穿的球衣啊，应该跟这个杨代刚有点关系。来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对，这个有这个日本火腿队的一个感觉啦。那特别的是，他们阵中有三位的女生哦，这个阵中报名的名单当中有三位女生。我们来关心一下，主审是陈炳顺老师，那另外一垒审呢是。陈诗正先生，三垒审的是江雅富先生。东京之间，好，是为大家来介绍裁判之后呢，在预赛的部分呢，持续的来进行。哇，今天两队啊，我们将要播放两队校歌，都有备而来的哦。现在演奏复兴高中校歌，来听一下两队的校歌，利用这个机会。新店高中校歌。
好，听完了两边的一个校歌啊，都有各自的一个特色。没错、哦、那在这个复兴高中，我觉得他们是有点像这个旋律一开始有点像国旗的那个感觉。啊、对，那在新年高中这边特色应该就是很常唱的校歌，这么长，这么长。但是我好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好像很多人都还会唱，对，都还会唱。哎，我觉得今天其实两队以这种所谓赛前来讲，都有准备一些活动啊。刚刚上网查了一点，新店高中那个康舞社叫 Aloha 康舞社，其实还蛮有名的哦。哦 ，Aloha 啊，对，它叫 Aloha， 对 ，Aloha 康舞社。哦，是要到夏威夷去？还是问 Aloha 就你好？哦，你好，这是的确啊，每个学校其实都有一些社团呢，啊，非常受到同学的欢迎。是，对，那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些这个社团的人会特别多啊，然后就是有表演的一个机会了。我们今天有看到，包括是康舞社，另外还有这个管乐社，是管乐团也有来表演啊，这就是在黑豹旗的一个机会了，大家可以把握上电视的机会，好好来秀一下自己。好，两边呢在演奏完校歌之后呢，比赛就要顺利的来展开了。今天在早上10点进行的这场比赛，那预定呢也会在今天下午的1:30来进行第二场的一个比赛。我们现在请到两边的校长，这两所学校呢都是女校长，女校长呢要来为这场比赛进行开球。我想这对两位女校长应该都是初体验啊，对，生平头一遭啊，第一次来站在这职棒规格的棒球场上呢来进行开球。而且我觉得其实以这两天来讲的话，都会请到学校校长来开球，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活动，至少让学校有一些像是社团啊，也不只是有棒球社团，就是说感觉上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它是有点紧紧连结合在一起的感觉。是，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应该说从第一届其实是有一些学校还出现过学生想报名，但是校方可能不同意，那利用这个机会等于说你让校长就知道说，我们来这边是打什么比赛，到底是黑豹旗到底是在干嘛的，让他更知道就是说学生参加这个活动是健康是有益的。是，而且有时候你要宣导一些学校的特色你要在说所谓电视转播的情况下来看，其实蛮少的。是，把握这个机会，好好来表现一下自己。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复兴高中所派出来的先发打序第一棒呢是陈思维，二棒是周泽伟，三棒是陈立仁，四棒是胡志林，五棒呢是捕手李维明，六棒呢是江月成，七棒是陈七红，八棒是黄家红，九棒呢则是今天先发唯一的女生陈玉婷。那今天呢担任主队的则是新年高中，新年高中今天呢是要担任主队啊，先来做守备，投手呢是卢柏宏，搭配的捕手是郑君文，一垒手呢陈云凯，二垒手郭启二，三垒手是王少义，游击手呢是年少卿，三名的外手分别是詹启成、周子杰，另外还有陈君伟。好，新店高中呢是位于新北市新店这个地方啊，当然就是新店高中。那当然他们在这个学校的一个部分呢，刚看到校歌是非常的长，这不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事情。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新店呢高中也有一些这个出名的杰出校友啦，应该说是杰出校友，包括有一些艺人。包括有一些演电影的，另外当然还有学术界一些这个知名的人士。那这个讲一些艺人，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包括像歌手郭靖这个电影的郝邵文，是，都是新年高中的这个杰出校友。而且新年高中的总教练呢，是算是过往就有见过面。他其实一开始是在重庆国中担任代课老师，但后来到了新年高中的话，他就担任所谓的专任老师了。是一位其实对棒球来讲，我觉得蛮有热忱的老师啊。是。这个学校这个应该也蛮多人喜欢棒球的。那除了这个打球的同学有一些老师也很喜欢。所以其实，在昨天的开幕典礼上面呢，这些师生到现场，有些老师是很热情的，一直帮忙拍照。是。甚至他们会觉得说，可惜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比赛，要不然他们也会报名来参加。有二垒手应该在有点鞋带松了啦。
在绑鞋带。所以主持人陈敏顺老师有注意到，嗯，而且机会难得啊，总是要露露脸，绑个鞋带上一下镜头，是不是？还有特写，你等下看到九个人全部开始绑鞋带，再次的挥棒落空。所以新店高中的先发投手，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平常时应该在练习这部分来讲，应该也没有太懒惰了。嗯。而且从他现在看，感觉他控球还蛮准的。是。哇，好球进来了。果然哦，一开始哦，这控球还蛮有威力的，而且对方在没办法打到的情况之下，是遭到了三振。而且还会投曲球。哎。所以李炳宪教练也提到，平常来讲的话，他们多半都是会利用一些课余的时间哦，进行一些练习的。那当然，毕竟学校来讲也没有比较充分的场地练习，但他觉得蛮特别一点，就是说他每一次在练习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的学生都会来参与的。所以这对新店高中来讲，他们觉得是至少是还有蛮不错的一件事情。是，而且他们很多这种所谓以前已经毕业的学长，其实都还是偶尔都会回来帮忙带球队这样。然后他们很多毕业学长其实都还有担任这种所谓在大学打乙组球队了，因为以教练来讲，他不可能每个礼拜或是什么时候都有办法陪着这些学生来做练球。所以我觉得以传承的角度来看，新店高中其实做得还蛮不错的。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我从前三届就是提醒，就是说，当有这个黑豹旗这个系统之后，如何把整个学校社团这个传统把大家整体的传承下来。对。因为有时候一些资源哦，你不能只单靠校方来给你，就是说这些毕业的学长之后，当将来你可能出了社会之后，其实你可以借由包括时间或者是金钱，让这些社团来存在的更久。我觉得这才是黑豹旗蛮重要的一个意义。没错，所以其实不只是这个有球队的一个学校了，或许就算是社团性质哦，你如果可以把这个社团的一个精神传下去，对于选手们来讲，哎，对于毕业的学长姐来讲，应该也是觉得非常欣慰。嗯。好，刚第二棒的周哲伟获得了四外球保送，打捐到第三棒的陈立仁。第一个球在内侧的一个坏球，我刚新念高中的总教练叫做李炳宪。嗯，李炳宪，李炳宪这可是这个国际巨星，韩国有一个这个好莱坞的知名演员。你也慢慢扯到那边。这个名字其实就应该大家应该会蛮有感觉的。嗯，来看一下这个球，抛给投手，哎呦，最后掉了，最后掉了。这当然就是经验上面的一个问题了。这个一垒手刚接到这个球之后啊，应该要早一点传给投手。是，不然你刚刚那个距离来讲，其实他回去踩垒包应该也来得及。也来得及，对。反正这个球其实投手来讲投的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点来讲，要么他第一开始就有一点跑回去，不然一开始就传给投手。刚好最后两个人哦，在所谓视线没有看到的情形之下，才发生这个失误。是。然后投手在跑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在看一垒，是一垒手转过去想说：“你有没有在看我？”球也不敢出手。我想这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练习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时候这种所谓补出来接球投手补位，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个很连串的动作，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我要尝试闯三垒，结果抓到了 tag out。哦，结果你可以看得出来，的确是啊，这新店高中是有练过的。嗯，你看到这个球，捕手传三垒，然后做 tag， 其实是还蛮流畅的。是啊，对捕手郑俊勇来讲，其实传球背力还不错。嗯，这个球真的是又快又准哦，比较可惜哦，一垒上的陈立仁没有跟过去哦，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因为这样的状况多半都会选择传三垒居多。走到外角的一个好球，三振掉了打者，在这个半局也形成了三出局，没有得分，双方0比0。
一律下班来关心一下新店高中的进攻。第一棒呢是郭启二，二棒是詹启成，三棒是陈君伟，四棒是年少卿，五棒是王少义，六棒呢是郑君文，七棒呢是卢百宏，八棒呢是吴云凯，而九棒则是周子杰。前面一个半局的进攻啊，有攻占到得点圈，但是没有得分。来关心一下附近高中今天所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陈思维，搭配的捕手是李维明，一垒手是胡志林，二垒手黄家宏，三垒手是江月成，游击手呢是周哲伟，三名的外手分别是陈立仁、陈其宏，另外还有陈玉婷。重点应该就在另外一种陈玉婷身上。对，没错，这就是这个在今天的先发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女生呢、啊，在复兴高中这边哦，戴眼镜的一个马尾妹，那是在右外野方向哦，这边今天她的生意会不会特别多？其实今天哦，赛前有看到三位这女同学，其实想有时候想要过去稍微采访一下，但个人个性比较害羞一点，就他们看到你高兴都来不及，是这样吗？干嘛害羞？我怕人家惊人，我怕人惊到。不会，他们已经有准备了。然后其实已经有走过去，但原则上又欲言又止。好，那我再呼吁一下，如果有看到转播的这个女同学们、女黑豹们，下次看到大棒，麻烦请直接跟他打招呼。对。大家可以好好聊一聊哦。其实女生参加比赛真的是一个蛮特殊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像昨天的这个开幕典礼上面，还有特别把这些女同学们介绍出来，等于就是鼓励啊这些女生，因为大家会觉得打棒球好像要晒太阳啊，然后又碰红土啊，弄得脏兮兮的，是不是比较不适合？不过其实啊，很多女生也都很喜欢看棒球、打棒球，那一个鼓励，希望在未来的女黑豹可以越来越多。第一棒呢是郭启二的打击，今天的先发投手陈思维是一个左撇子。前面有讲到这个新店高中的一个知名校友，那另外在复兴高中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知名的校友。这个讲到在媒体界啊，这个盛竹如这个资深主播哦，就是复兴高中的校友。是啊，对。那我们今天应该叫他来担任转播，对，他会说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究竟谁会获胜？这是在复兴高中的知名校友。我们两个讲的胜出应该是同一个人。然后其实以复兴高中来讲，他们毕竟是社团型，他们的教练并没有取得这种所谓的证照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他们。今天两位总监，包括像陈忠宏还是范光真，他们都是有点义务哦，其实来指导复兴高中这所学校的。这也真的就是了不起了。是。那另外复兴高中其实他们的这个，你说他们的棒球可能没有特别的强啊，但是他们的撞球很厉害。因为很多国内在北部的这个好选手啊，都是这个球星看到。就投到本垒后方去的，这个球要来往三垒拼，球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传了，控球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那原本已经先启动的郭启二呢，直接绕过二垒，到了三垒垒包。这个球啊，还好收得快啊。反詹子仁这个球被这个打到，应该感觉还蛮痛的。对。好，绕过二垒，来到了三垒。目前的球数是一好球两坏球，这个球砍过来，三游之间的穿越安打，哇！敲出了这支的安打，是这场比赛的第一支，是第二棒的詹启成所敲出来的。这支的安打呢，也带有一分的打点，让刚刚啊发动一次盗垒，另外还利用对方啊这个爆头上到三垒得分大门口的郭启二回来得分。所以从第一局的几个 play 来看呢，感觉新店高中的实力好像其实在平常的锻炼来看应该是蛮不错。对。从他们在投手啦，或者是捕手长传牵制的这个角度来看，确实都在训练上面来讲都蛮有一套。打击员倒是第三棒的陈君章，这个球出手。打到是在右外野方向，赶到这个就没有接到啊，没有接到。其
其实已经有跑到球的一个定位了，对陈俊廷来讲的话比较可惜，最后他好像要接球那一刹那，其实位置没有对得很准啊。我看到第三棒的是陈君伟，抱歉，那叫陈君伟。哦，这个球打到在右外野方向，那右外野手呢是没有接到。嗯，这就是大棒刚刚讲的。哦，这个女黑豹啊，是，就是已经跑到球的一个下方了，有掌握到那个距离落点了，但是可惜了，没有办法接到。这球结果又打了一个飞球，在一垒边线界外区，没有办法追到这个球。连续的两支的安打，陈俊伟敲出了安打。那原本在一垒上的詹启成呢，是上到了二垒垒包，三垒垒包。打击的是第四棒的年少卿，二三垒上有人，这球靠近打者内侧。却在第一局的比赛也感觉出来，在投手部分哦，新店高中的投手卢百宏有很出色的发挥，而且他还有一定的球速，刚刚可以看到他投到这个110公里。那另外在打击的部分，我们看到已经两支安打了。新店高中在去年的一个比赛有参加，那第一届其实他们就已经报名参加了，不过第一届是没有办法获胜。那但是在上一届呢，他们是拿下了这个参加黑豹旗的第一胜的。上一届呢是第一场比赛打赢，那第二场比赛这个已经输掉，最后是一胜一败作收。啊，至于在复兴高中哦，他们还没有在黑豹旗开张，他们这个社团呢成立了大概这个4年的时间。那在第二届就是上一届的黑豹旗呢就开始参加，今年呢算是第二度来参加黑豹旗，上一届呢是第一场比赛就输球。哎呦啊！这个球结果又出现了爆头了，三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那也是一个满球数的一个情况之下，四外球保送了。投手部分在一局的下半啊，陈思伟就出现了控球上面的问题，而且再加上被打出了连续的安打，所以感觉上好像有点的压力，还没有放得开了。对，我想平常来讲的这些选手表现可能会更正常一点，但有时候毕竟有观众呢，有电视转播的过程当中，可能在压力上来讲呢，得要有点稍微放得开，毕竟还是当作你平常在比赛的情形就可以。对，没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教练陈忠宏，他们原则上都是算是义务过来帮忙的。你说真的，这个也才16、17岁，在台上这样讲，基本上我下去打我也很紧张。你不要讲，我现在下去我也很紧张。你也紧张吗？你打过职棒还会紧张？打过几年没打了。真的，其实多少都会心理上面会有受点影响的。目前呢是2-0。所以也不用对陈思伟来讲也不用尝试说要投得有多边边角角。其实在这个状况下来讲的话，若是有办法把球控进去好球带，先把自己的投球感觉找出来是比较重要。那有时候你在不断的在室外球保守中，你会投到你的自信心呢会有点点下降。就常说的哦，自己投到垮掉，把自己投垮。好，来看一下这个陈思伟继续来面对是第五棒的王少义，摆出短棒来干扰一下。不过的确现在碰到的大问题就是这个投手没有办法投进好球带了，刚刚已经叫出了一次的暂停，暂停过后呢，结果陈思伟面对王少义还是连续的4个坏球，那现在形成一个满垒的局面，内的防圈呢现在也是趋前。打击人道是第六棒的郑君文，看到在画面啊，这个投手头部这附近有一个就是用球数，这是大会也有规定，是原则上在第一轮第二轮应该都没有这个问题了。哎呦，这个球打得蛮深远的哦，打到在左外野方向，有机会要清垒了。哇，结果一个 over，两名的跑者要回来，第三名的跑者呢是停留在三垒垒包。哇，这个球打得非常深远啊，直接越过了左外野手的上空，形成欧巴的一支二垒安打。所以郑俊文到现在是
攻守俱佳哦，刚刚有一个盗垒的主杀，今天又打出了一支长打，有抛尾的一个捕手，攻击型的捕手，哇，偏高的球啊，出棒非常积极，而且就过往我们讲过，高球打得好的打者，应该都算是不错的一个打者了，是。这一棒又打下两分，目前呢是4-0，今天高中取得领先，却就是要把球先控进去了。嗯，先把自己的进垒位置做好，那也就是说，先往九宫格的一个大目标下去做投球。那如果你慢慢找到的时候，再开始做一点修正。就像现在这样，我觉得现在若是你有办法保持这样的稳定度，对新店高中来讲啊，我想同是社团型，虽然他们可能平常练习量会比较大一点，但感觉上应该都不至于那么好打。先抢两个好球下来，打击的是第七棒的卢柏宏，也是今天新店的先发投手。到目前为止，新店高中呢还是没有出局啊，攻占了2-3垒。那复兴高中这边是想办法要先来抓第一个出局数，这球稍微偏高，两好球两坏球。回棒落空，哦，抓到第一个出局数了。忽然有这种火腿斗士上身的感觉，穿着这样子的球衣，好 K 掉了，终于抓到第一个出局数，这个偏高的球掉中了第七棒的卢柏宏。打到一个比较偏高的球了，所以就我想，所以谁都一样，不管在哪一个层级的打者，其实到你。这种良好球球数绝对落后的时候，在攻击上来讲，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点陷入比较压力比较大。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以投手来讲，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优点来做投球？是，想办法先取得球数上面的一个领先。我现在面对的是第八棒的吴云凯，吴云凯是今天在新店这边先发的一垒手。身材也不错，181公分，这个球是好球进。刚这个内角球来讲，对右打者就真的不太好打。还是2-3垒上有跑者，这球偏打者内侧的坏球。第一局对于投手来讲应该会蛮辛苦的。目前已经是用了超过30个球了，一好球三外球，球数落后。哎呦，这个球有点危险，结果跑者要回来得分了。提早的落地挖地瓜，这捕手想要来补救也没有办法，来不及。那因为其实基本上在三垒上离垒的距离也够远了，一直在观察是不是有可能再次出现爆头。的确，这个球又是一个爆头，让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比数来到5-0，这一出手很明显的，他的手肘就扣到球，所以这样的一个稳定度上来讲，会比较没有办法控制好那个进的位置。是。这边往2垒传，却看到捕手的传球准度啊，也好像没有这个新店这边刚那个传3垒那么准。嗯，但我。一般来讲的话，捕手以社团球队来讲，要长传到2垒是难度是很高的，对，它有点远。打击是第九棒的周子杰，周子杰是今天先发的中外野手，还是2-3垒上有人，这球没有漏远。但是又是连续的3个坏球了，来把握一下机会，来看一下陈思伟，刚刚也是有这个不错的开始了，有抓到了第一个出局数，不过这球又是外角偏低，保送了第九棒的周子杰。第一轮投完了，其实主要就是在控球了，因为超过一半的打者，这9位当中有5位是靠着保送上垒。所以看有没有办法进入到了第二轮，
对于投手陈世伟来讲的话，有办法比较放得开来做投球了。是，其实他刚面对卢柏宏那个打击，有把球投进去，哎，对手不见得打得好。是啊，所以可以来试一试。嗯，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捕手也很聪明，差不多直接就把手套摆在红中的位置。对，哦，抢下了这个接外球，形成好球一个。打击轮回到第一棒郭启二，郭启二今天呢在这局上来啊，先获得了一个保送，最后又跑回来得分，攻下了球队的第一分。目前今天高中是5-0的领先。内角偏高的坏球，在球速的部分，陈思维大概维持在这个95到100公里之间。嗯，这个球出手，所以你就投进去，哎，对方也不见得打得好，就是这个手背还有一个机会，打成界外球，形成两好球两坏球。而且场边还可以听到休息室还有人在唱歌，对，加油啊！这个球出手打到是在中间方向的飞球落地，形成了一支安打，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二垒上的跑者先来绕过三垒要来闯，结果这个球回转球传偏了，传三垒来不来得及啊，结果又出现爆传，跑者也要再冲回来。哇，现在看到三垒手要再传本垒，哇，有点混乱的一个状况，但是都没有办法抓到出局数啊。哇，这一次的安打，这个看起来原本是一个一垒安打，但是现在让打者都已经跑到三垒，那三垒上的跑者、二垒上的、一垒上的跑者全部回来得分。嗯，但这个球其实球郭启二来讲的话咬得很扎实，最主要是复兴高中他们在回传球的时候发生了太多的一个失误了。有时候该给人家垒包来讲的话，你就是要必须得要舍得，因为这个球从位置来讲传准也没有办法抓到新店高中的跑者。是，就像以新店高中的我想打者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打到球之后跑垒的一个态度应该都算还蛮积极的。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也可以感觉得出来哦，这个球碰到了在三垒方向，一个弹跳之后没有掌握到，哇，再落到这边的话就来不及了。所以刚刚讲的是这两所学校啊，其实可能在实力上面是有一段的差距的哦，因为看到一些内野球的处理，还有在投手部分的一个表现，这场比赛对于复兴高中来讲啊是比较辛苦一点的，把自己的基本做好，那当然。有没有接到球或是有没有传准的话，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一个压力了。嗯，利用这个内野的滚地球呢，三垒上的跑者也回来得分，目前分数已经来到了9-0了。还是一出局打击员到第三棒的陈君伟，真的，今天高中也知道啊，对方的阻杀能力没那么好，所以就尽情的跑。这也是社团球队其实蛮常见的了。对。哇，离雷距真的很远，完全没有注意到。对，这个没办法，对，平常的训练可能没有那么丰富。没错，也就是平常来讲，复兴高中他们练习的时间也比较没有那么多了，相较于新店高中来看的话。是。哇，所以这个新店高中有备而来哦。嗯。对，虽然他们这个并不像是可以打到真正的这个 A 级水准的高中比赛，但是我们从今天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只是想要去跟去年一样打到第二轮而已，而且以他们来讲的话，也都有参加一些北区学生联盟的一个比赛了，所以在成绩上来看，其实也都还蛮不错的。是，一好球三外球的情况之下，再次保送了打者。已经投出了这个6个保送，所以有时候教练也要稍微喊个暂停哦。当然这一局已经喊过，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暂停可用，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考虑说，对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投手？要换人。是，因为以一局来讲的话，其实投到现在差不多40几个球，我想以单局的用球量来讲是还蛮大的。
就可能本来还控得进去，现在可能要控进去都比较困难一些。我们看到已经快五十个球了。然后跑者再启动，上到二垒垒包。打击的是第四棒的年少卿。提前挖地瓜的坏球。那刚讲到在复兴高中啊，他们的这个棒球可能没那么厉害，但是他们的撞球很厉害，包括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球王啊，柯秉义。哎，看到这个球直接进手套。哎，你给手背有机会啊。没错，的确就是有抓出局数的机会来了。但是这个球年少人来讲的话，其实打得很好，运气差了一点。是，打得很扎实，而且挥击动作也蛮完整的哦。成功接到。哎呀，这边又出现了一个爆头。三垒上跑者要回来得分，二垒上的跑者要上三垒。我这个分数再回来的话，攻下了第十分了。哇，今天高中在一局下，收获是非常的丰富，已经攻下了十分了，10-0的领先。打击的是第五棒的王少义，这球出棒。来看一下游击手接到球之后往一垒传，哎呀一垒手没有接到，可惜了，一垒手没有接到，这个眼看有机会结束掉这个半局，但是没有接到一个情况之下，现在让三垒上的跑者再回来攻下球队的第11分。我看一下，可惜啊，接球接得不错，其实接球的基本动作还蛮不错的，最主要还是在传球的这个位置啊，是传的比较难接一点，所以对周哲伟来讲的话，我想接下来他或许在有空的时候可以尝试让自己接到球之后垫个两步再传球，垫个两步再传球，自己的稳定度会比较好一点。好，再次发动盗垒，王少义上到了三垒。刚大方是给这个周哲伟游击手，因为你看他那个接球是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对，因为包括像平飞球接杀，还有刚的滚地球，他都哎这个，这控球今天能常投到的打者的背后去呀，又出现了一次的爆头，让三垒上的跑者再回来得分。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要换投手了。对，真的，因为真的太累了，用球数超过了50颗，没错，单局就这样子了。所以陈思伟也辛苦了。好，在一局的下半，新店高中已经攻下了12分了，目前是12-0领先。看一下在复兴高中这边，看要怎么样来调度。投手是要去游击的样子，那游击手是要去哪呢？投手左投不左手的可以守游击哦，当然这他如果守备能力够的话是没有问题了，对，只是我们比较少看到左撇子守游击，对，对，先发投手陈志伟来讲，我想压力也不要这么大了，所以看起来是游击手退场休息哦，再换了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投手上来，是。在复兴高中这边呢是更换了这个投手，那原本的投手陈思伟呢是到游击，那现在换上的是背号11号的赖伯成。好，看到赖伯成上来接替，利用这个换头的一个空档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昨天呢其实有为大家带来两场比赛的一个转播，那看到这一场呢是这个大同跟古堡的对决，是，其中有一个 play 在本垒部分，请昨天的球评大方来解释一下。其实第一时间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应该是个出局，就从时间点来看的话，但最后主审
他判 save 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捕手，其实他最后有一点 lag 在，就是挡在本垒板前面。其实以这两年来看的话，在业余跟学生的比赛来讲的话，甚至包括国际赛来讲，都有明文规定，叫好美国大联盟，他不能还没有接到球的时候，他就把整个本垒板都挡住了。所以昨天最后，其实裁判组也提出这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他最后是因为他整把整个本垒板都挡住，就是说在你未持球的情形之下，如果是你这样的话，原则上就是会判这种所谓是安全回垒的意思。所以昨天其实我们从时间一不断来看，哎，感觉上时间是来的，但最后的主审他的裁定是在这个地方。对，所以他裁定是正确的，是正确的，用这个规则就是合法的，所以要认为是捕手，等于说把本垒挡住，在未持球还没有接到球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在今年的黑豹季接下来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也就是说，他说现在的学生跟业余原则上都是避免冲撞的这样的一个那种情形之下，都会希望捕手不要在未持球的情况下，你就把这种整个本垒板把它挡住。而且他昨天其实几乎整个人都已经在本垒板上面了，我想这也是一个我想不当的行为啊，至少在学生的球的这一部分要注意。来看一下游击手过来接，结果没有接到，打者呢是直接上到了一垒，打击的是郑君文。所以这个在捕手身上，他还会投掷岔球，都有一些他们这个精心苦练出来的一个武器。打到游击方向啊，这个球记录上面再给一支的安打。团队目前出现了五支的安打，其中一垒上的郑君文呢，现在到二垒了，他就出现两支的安打。所以确实，现在场上的复兴高中的球员呢，需要一些声音上的一个支援呐。对，看到还夹杂着有女生的声音，这个女队友一起来帮忙喊声。我这边控球又出现了问题，再次出现了爆头，让跑者上到三垒。赖伯承上来接替第二任的投手，我现在面对的是第七棒的卢柏宏，四坏球保送，是连续的四个坏球。看到这是复兴高中的管乐团，刚刚在赛前有演奏他们学校的一个校歌。做一个牵制，两位的投手都是左投，这学校左投还蛮多的。第一任也是左投，现在在游击，好的启动。对，这个球其实捕手也不用硬传二垒，还要关心一下在三垒这边的跑者会不会伺机而动。吴云凯的打击。这球偏高，我说就这一局来讲的话，守备员其实站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啦。对，这又是现在这个时间呢，所以晒太阳要晒一晒，其实体力流失会比较快一点。这些黑豹们比较辛苦啊，在一局的下半。连续的三个坏球，吴云凯摆出短棒来干扰一下，哎呀，结果又漏到后面去了，捕手没有办法接到这个球啊！三垒上的跑者要再次的回来得分。四坏球保送。B 三垒上有跑者。还是两出局，我再想办法来抓最后一个出局数。而且刚刚看到，其实复兴高中的这些野手们也会利用一些声音哦，互相来帮彼此加油了。对，
就差一个出局数哦，可以来度过一局下半。嗯，哦，新店高中啊，这局真的也是赚宝啊，已经攻下了13分了。打击的是第九棒的周日杰。所以稳定下来哈，我想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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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慢慢投。嗯，不用急的。嗯。哦哟，这个球打到了，在中间偏右外野方向落地，要形成安打。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一垒上的跑者提前启动了，利用这个外野的飞球也可以上到有个回本垒了。哇，连打者都冲到三垒了，哇，周子杰。我感觉出来，他就是一个脚程蛮快的选手，就直接跑到三垒方，三垒这里。对，原则上都算是腿哥级的了。对，脚很轻。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哇，打得很漂亮。是。中右外野方向的这个球啊，这个要去处理，基本上还要去追。哦，也给了周子杰很充裕的时间，敲出了一支三垒安打。所以在这一局来讲，我想防守、野手都很辛苦的。对。好，现在又要再换投手了。我们在赛前也有访问到的是新店高中的校长李佩玲，一起来听一下。好，我是新店高中校长姐姐，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的学生又再度的参加黑豹旗的这样的一个棒球赛。那么去年我们第一次参加黑豹旗，成绩非常的好。那么虽然没有得到前几名，可是对我们学校来讲，因为我们是社团型的球队，能在一个升学型的高中，学生能够这么喜欢打棒球、爱棒球已经很不容易。我希望今天我们的孩子能够一样，还是旗开得胜。祝福新店高中，祝福所有爱棒球的孩子们，祝福你们，谢谢。哦，叫我姐姐哦。我李校长还蛮可爱的。我觉得若是有这样的一个校长，我想应该每天心情都会觉得还蛮不错 的。对，嗯。哦，所以他们要前进挪动，对不对？强投强打，然后要前进挪动。因为他们在去年呢，其实刚前面有跟大家报告，因为他们曾经拿下过胜利，哦，第一场比赛是赢球，所以今年高中了，这样在今年会希望说成绩可以再更进一步，希望可以挺进到第三轮，甚至到64强、32强，所以他们要前进挪动啊，这是他们说这个设下的一个目标。那刚这个领队啊，就是他们的校长啊，李林慧李校长啊，有讲到这个。他们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一个比赛啊，有更好的一个成绩。啊，这个女校长这样子这么支持学校打棒球，球员们、学生们也是幸福的。是。但我想这应该说这两年来的话，学校在阻止这种所谓来参加黑豹旗的这样的新闻，其实真的变得比较少了。没错，没错。所以等于说越来越多人支持了。看到在一垒手跟三垒手的部分也都更换了，那投手部分也换上20号的陈冠伦。哦，这个球一开始的控球很不错，哦，有投进去，对方打成一个擦棒界外。再次轮回到第一棒郭启二的打击，今天他前面两次，一次保送，一次敲出安打。好球，再来一颗。哦，球速没有比前面两任的投手来得快，不过陈冠伦的控球是不错的。三垒上有跑者，这个球出手越过了二垒手的上空。哇，这个投进去，对方还是可以打一打。哇，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了。不过今天呢，新店高中的郭启二真的打得也不错哦，两支的安打出现了，一次保送，两支的安打，这一支的安打又把三垒上的队友给送回来得分。当然，至少以陈冠伦来讲的话，他的近垒的稳定就相对比较好一点。虽然最后还是被打安打，我只能说这颗球其实以郭启二来讲的话，他在攻击的部分来讲，我想他有他一定的天分在。嗯。垒包上面跑者启动，上到了二垒。第一个又是好球进来，轮到打击的是第二棒的詹启成。硬是砍过来，打到在左外野方向，哇，落地形成了安打。跑者现在绕过了三垒，要往本垒冲了，没什么问题了。打者现在要上二垒，
新店还能够这样打下去的话，说对于复兴来讲呢会比较辛苦。我新店今天真的是，我看你这个投不进来，我就慢慢等。是，那看到你投进来的话，我攻我也打得出安打。至少在策略上来看的话，都还算蛮成功的了。是。光是在第一局下半呢，就已经灌了17分进来了。打球到第三棒的陈君伟。陈君伟今天前两次呢，也是两次都上垒，哦，一支安打，一次四外球保送。这个球出手有机会哦，二垒手可惜没有接到啊，这个有一个机会的，差一点点就可以抓到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哦，比较可惜。哇，哦，现在这个传球有点危险，三垒上的跑者。詹女神已经在休息了，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把帽子脱掉了。不过这个传球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原本在一垒上的陈君伟上到了二垒，比较可惜啊，因为这样都差这么一点点了。对。打球到第四棒的年少卿。基本上，起码我觉得现在啊，陈冠伦他也不去管跑者了，他就是专心的，我就是把球投进去。没错，其实现在对跑者来讲的话，对他来讲是比较不重要，如何把第三个出局数先抓出来是比较重要。没错，没错。哎呦，这个控球，哦，捕手接得漂亮，捕手接得好。王俊这个球几乎是伸长他身体的一个每一个地方哦，把这个球给拦下来。对。就也是坏球保送，出现了四坏球保送。捕手上来给投手陈冠伦稍微再鼓励一下，因为现在对教练来讲的话，他每一次喊暂停就有点要换投手，所以接下来就从一些野手啦，其实稍微的喊暂停，让投手至少有点喘个气啊。没错，想办法投进来，我这球稍微偏高了一点点。打击人道是第五棒的王少义。外角偏低，现在是一个满垒局面，两出局了，现在就是想办法抓一局下半第三个出局数。另外在复兴这边还有另外两位的女生啊，还没有上场的一个机会，但等一下在比分拉开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机会上场，包括还有廖博慈以及薛白琪，现在在等待看教练什么时候 cue 我。面对王少义呢，投出了四外球保送，满垒的情况之下呢，要再挤回一分，分数来到了18比0。这次大会的一个规则，当然也就是这个有提前结束了。昨天大家如果有看比赛的话，也都知道。现在看到整个球在二垒方向，二垒手过去没有办法拦到。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那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也回来得分，一垒上的跑者上到三垒，这是一个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哇，今天郑君文厉害了，三次的打击，三支安打，哇，猛打赏了。下一棒，下一棒。所以新店真的有点打开了，这个完全这个没有停止的一个现象，继续的攻。一开始好球还会挥空，到现在其实只要投手投进好球，不要插袋，他们都打得到了。对，没错。这个球出棒到二垒方向，二垒手一个弹跳也没有掌握到。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卢百宏敲出了这次的安打，也让球队再添一分。
追求对二垒手来讲，如果是第一时间哦，弹跳掌握好一点的话，是有一点机会可以接到。但由于他手到白的位置跟球的一个弹跳的，我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搭配哦。手背的部分在二垒这边呢，也是要再换人的，让十三号的李维明上来接替。的确也是他们在内野部分其实有些机会的哦，不管是飞球或者是滚地球，其实都差一点点，其实差一点点就可以结束掉这个半局了。再加油，现在是两出局，女生什么时候上？我们其实还蛮期待的，是啊，对，因为这个看到女生打球其实也蛮新鲜的，也希望他们在这次的一个比赛啊有机会上场。看到陈伟霆在外野站了很久哦，也不简单。打击的是第八棒的吴英凯，外角的好球。这个球出手，投手没有拦到，来看一下二垒手接到球传一垒，但一垒手没有在垒包这里，哇啊，糟糕了，这个传球也没有接好，那让三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了，哇，哎呀，又传出爆传，哦，其实这种传球其实真的不用，应该是拿着球就往前跑，对不对？没错，出现多了比较多的问题，刚刚这个球一垒手其实最后也没有回到垒包上去啦，对，比较可惜啦。因为我懂那个心情啊，就是球到那边，你会想要赶快过去帮忙。哦，捕手不错哦，捕手还在提醒大家哦，再一个出局数，加油！再一个出局数。其实这个内野都有机会的，只可惜没有。两位的跑者再回来，目前是23分，这个球出棒，有没有机会？女生来看一下，哎呀，有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呐、啊，差一点点接到。这球一传二垒，啊、哦，可惜，哇，差一点点用这个方式来抓第三个出局数。哦，周丽杰今天哦打击也不错。今天现在持续的攻啊。已经24分了，来看到这个球，有点跑过头了，跑过头，对对对，跑到太前面去了。所以两颗球对陈玉婷来讲都可惜啊，差这么一点点。对。分数现在是24-0。好，郭启二应该觉得说，哇，我竟然可以在这一局再上来打球，应该是蛮开心的。打到第四轮的第一棒，郭启二。二垒上有跑者周子杰，到目前为止在新年高中的部分呢，已经出现了12支的安打了。出手，来看到在游击方向，有一手接到球了，一垒手要一垒手没有接到，一手要记得回到垒包上、啊。对对对对，哇，可惜了可惜了，这球可惜。可是他其实接球是接得到的，我真的左手当游击手是比较少见的，传球比较没有那么流畅。对，还是要提醒一垒手要记得，当你内野手有接到球的时候，要记得回到你的垒包上面。哎呦，哇，就被抓了，抓一个投手犯规，他有一点点动作来讲的话，不太流畅了。蔡明顺老师也是严格的执法。还是提醒一下球员这个动作，不是我又被抓了个投手犯规。其
现在也是要告诉一下投手到底是哪边的问题啊？他好像有一点点对，对他好像就是当垒包上有跑者的时候，他好像是一直不断的会有这种所谓动作的一个停顿呢。所以其实陈冠南还蛮有礼貌的，就是他这边垒包上抛着的时候，他会不断的一直把晃动他的身体，原则上这样其实是不行的。不行的，哇哇，一点手又忘记进去。哎呀呀，这个球也没有接到。这可能一垒手赖伯承他可能本来不常守一垒了，他都忘记了这个队友在处理球，他不用过去。对，他应该要在一垒垒包上等着球传过来。对，游击手接到球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回传球中跟到一垒手来讲，他是有点离开垒包位置。你接到球再回去要踩垒包，其实时间是完全来不及的。对，好，这个球出手，来看一下一垒手，一垒手的机会，一垒手终于接到了。哇，都软了，是开心，是开心，是开心的。哇，终于度过了一局下半，我们也替他开心了。哇，攻下了26分，休息一下。今天非常开心，带着台北市立复兴高中的学生来参加中信杯黑豹旗比赛。复兴高中棒球社至今已经成立了4年，这一次是我们孩子第二次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孩子非常的重视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参与，所以也邀请了校内的管乐社同学一起来助阵。我想在这边呼吁全国的观众朋友，其实高中生它的多元发展、多元智能是非常的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重视健康的体育活动，特别是棒球这样的一个运动的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在高中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素养，学习带着走的一个能力。谢谢。我就觉得校长讲的话都特别有道理。校长之所以当校长，哎，对了哈，是。也可以让这些学生有一些练习表演的机会，想想也不错啊。没错，但我想复兴高中的学生也不用太过于自责了，因为比赛本来就是有输有赢，尽力就好了。对。运动家精神，对，让我们场边呢，刚好我们的管乐同学们还继续的帮我们演奏，哦，这个很熟悉的，噔噔，就我们以前输球的话，我们都会在旁边唱，没什么了不起，你也会唱，是开玩笑的啦，当然就是打球大家开心就好。来看一下，复兴高中能不能够在二局的上半进攻。天的一些分数，目前是0-26的一个落后。那新店高中呢，在前面的一局下半呢，总共是打了30个人次，30个人次攻下了26分。今天捕手也辛苦了，现在打击的就是捕手王一军，因为他今天很多这个救球，其实救的也很漂亮。而且就你不要看你这样蹲又站起来，蹲又站起来，蹲又站起来，其实是很累，很累，很累，很耗体力啊，伤膝盖的。
球球，好球进来，投手依旧是卢柏宏。王一军也稍微来等待一下。外角的球出手，太急了，以他的位置来讲，把他放掉搞不好是个坏球。保送上垒了，外角偏低的坏球。王一军选到了四外球保送，攻占上了。如果刚刚有一点的耐心的话，其实应该早就可以获得四外球保送。多耗了一个对方球用球数，搞不好就会多了点突破的机会啊。没错，打击轮到是第六棒的江月成。传球没有传好，也启动了，也启动了，哦，在这边也回击一次的盗垒成功，王一群不错哦，不错，还是大胆的尝试来冲二垒。对卢柏宏来讲的话，好像就没有他第一局来的这么稳定了。转身来做一个牵制，哎呦，球掉了，离垒别太远了，哇，有危险哦，赶快滑回去。还有他最后回来看哦，而且应该说两个球员，不然这个球如果是回传进来补位的人也没有看到啊，那就糟糕了。这个球偏高，连续的三个坏球。连续四个坏球保送，喂。本来第一局投的还蛮顺的，休息太久。其实他刚刚有在场边做热身呢。连续的两个保送，现在是一二垒上有人的复兴高中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听到了某队的蛮熟悉的加油口号？这其实现在在高中大家都是通用，是通用。有的时候用这个球队的，有的时候用那个球队的，其实都通用。内角偏高的球啊，结果被吊中。一垒上有跑者，没有人出局哦，这是复兴高中的一个机会。打击是第七棒的陈吉宏，那这个球遭到了三振。这样的球速对于他们来讲也算是比较难打击的，光准击就真的不好打。哦，这球投的也很有水准。高的球，明显的坏球，还是追打。这球偏低，
击的是13号的李维明。西的选球待选掉。还是坏球，两好球三坏球。这次的一个大会规定了，三局是20分 ，call game， 5局15分，7局10分。好像昨天的比赛，我们看到有3局的哦，也有这种7局的，像金马大战就是7局。所以陈女会上来打击。哎，女生要上来打喽。而且还会是一个得点圈的打击机会。来看一下这个对决，哎呦，回棒落空，哇，好球必须要尝试来出棒，是没办法打到。难道临时换代打吗？应该不会吧。没有，让陈玉婷站上打击区。第一球出棒，回棒落空。内角偏高。是有选球的能力，而且感觉架势还挺不错的。对，女生来打，如果打得出去就不简单。记得在之前呢，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公司办的活动，然后他们就是大家一些来这个员工来打垒球，他们说女生呢只要碰到。就算安打，我们也是啊，你们也是吗？我们是也是。对啊，我们有那种所谓的男女混合组的，混合组的比赛，只要女生碰到球，然后在界内，对，就是安打，就算是上垒了，就算上垒了，对。的确是对女生来讲是一个大挑战，而且这个球速还是100公里以上的球速啊。哎，选掉，偏高的球再选掉。哦，陈玉婷来讲，平常会不会去打击练习，想来进行打击练习啊？我觉得应该会，应该会啊，应该会。哦，选掉喽，4外球保送。哇，结果在这个半局啊，没有任何的安打，要么是保送，要么就是三振。蛮累的一个局面，复兴高中能不能够攻下一分？能不能突破鸭蛋？就来看一下第一棒的陈思维的打击。陈思维他是右打，他投球是用左手，但是他打击是右打，这很常见吧？我转播了3年的黑豹，好像常常都会看到这种，常常这种，对。他可能用力的方向没有办法改变，我觉得他可能就觉得他左手就带这样子哦。或是如果你常看这个直棒的比赛，是左打右投比较多啦，对。毕竟他们是第一个想法而已啦，就是觉得说哪一个方向会比较好出力，就用那个方向嘛。对。好，现在教练喊了一个暂停。水母，指导员站一下。水母，指导员站一下队。好，带的可以把他上去。哦，对了，其实刚刚我也觉得说，为什么复兴高中他们的一垒区指导教练其实是没有人站的？实际上你也可以用球员，也不一定要教练。现在只有在三垒区这边有教练在站。
谁的球是好球进来。回一棒落空，哇！连续三个坏球之后呢，抢了两个好球回来。所以，投手卢百宏来讲，算是要考验到要有所谓的压力在的，算是投球表现会比较好一点。嗯。满球数的对决啊，这个球偏高，但是被吊中，哇！结果留下了满垒的残垒，比较可惜了。在二局上半，复兴的进攻没有得分，还是0-26落后。今天10月4号礼拜天，进入到黑豹旗的第二天的一个赛事。那当然呢，在比赛的部分呢，也有很多场地持续的来进行，包括在天母的球场，今天要为大家转播两场的比赛。第一场的赛事是新店对上复兴高中，第二场的比赛预计在下午的1:30，中和高中要对上的是竹林高中。另外包括新庄啊，还有斗六啊，另外还有这个屏东、台中。都有比赛进行，那特别的是在这个罗龙球场啊，好像因为之前台风的影响，所以球场应该是没有办法来使用的，今天也有消息传出来，所以全部转到这个关山球场来进行，那等于说在球场的部分有做了一些小变动，不过以尽量不要影响球员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进行。你现在以北部来讲的话，很多和平公园其实都可以打棒球了。对。我看一下在二局下半，这个球是好球进来，投手依旧是陈冠伦。面对的是第四棒的年少卿，这个球打到在三垒方向，在界内。这是一个界内球啊，要赶快来处理。跑者现在要上到二垒垒包。哇哟！
所以安打没问题，最主要在回传球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点点 miss 是，所以对复兴这些学生来看的话，有时候必须得要懂得所谓在垒包之间呢，也就是跑垒员的一个位置。这个球其实在传球来看的话，传二垒就比较冒险一点。对，因为二垒上跑者其实来不及，是，那要传的应该是在三垒方向。当然是观念上面的一个培养。是。这个球出手打到在一垒方向，一垒手接到了，好，一垒这边没有问题，哇，这是有效率的一个解决出局数的方法。好的，也不用管三垒上的跑者，现在分数不重要，重点是出局数。哦，一垒手这球接得漂亮，我们来看一下。哦，这阵守备动作还不错了。是。而且接到球，他的观念很好，直接回去踩垒之后，你再传本垒，感觉这样比较。要抓本垒来讲，机会也很少了。对，没有软脚哦，在前面第三个出局数之后，他就软了。垒包上面现在没有人，一出局面对的是第六棒的郑君文。连续的三个坏球，郑俊文今天前面三次的打击啊，都是安打，挥棒落空，好，积极的出手，没有说要等或什么之类的，积极出手。出棒打到在中间方向，落地要形成安打了。来手接球之后，这个处理球还算不错。嗯，今天郑君武的表现也不差哦，厉害呢。嗯，每次安打了，几乎都上了呀。嗯，而且好像特爱挑高球来做攻击。一出局，一垒上有跑者，换代打。背号十一号的黄伯勋，冠伦连续两个坏球出现，刚刚那个加油声好像是我蛮常在社团球队比赛都听到，聽到为什么没有安打就阿鲁巴嘞？好可怕的惩罚！这样子应该很多人不敢去参加棒球队吧？而且我几乎好像很多社团球在比赛你都会去听到这样的一个加油口号。对了。所以有这么严重吗？外角球出手挥棒落空，两好球三坏球，我换个代打上来而已。哇，这个球咬中了，打到在游击后方的一个飞球，落地形成安打。代打的黄伯勋敲出安打，一垒上的跑者呢来到了二垒。再来看一下，这球也是稍微偏高啊，就被逮到了。而且好像打出了安打之后就换代跑。刚打背号应该是十一号，但是现在在一垒包上面变成九号。是。那应该是有换代跑的，是，主要是李世存，所以顺势好像追这一局来讲，都要换了代打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所以温凯下去休息了，换上应该是背号五号的董新成，因为以现在的分差来讲，不管这局得几分呢，基本上，新年高中想要赢球，想要提前结束的话，就是三局上要想办法守住，那就可以。这个以
符合口斗的一个分数来结束。董新成上来，这个球出手，打成界外。一二垒上有跑者，打到一个在中间方向的飞球，中外野手有没有机会跳起来？但没有接到，跳起来没有接到。二垒上的跑者要绕过三垒回来得分。这其实看到外野手好像大部分都是冲过头，都是冲得太前面，然后最后必须要跳起来或者往后接。但是以外野高飞手来讲的话，也算是入门里面哦蛮困难的一点的。也就是你必须得要计算它下来的一个位置之后，要跑到了下面去，然后最后你手套去接的那一瞬间来讲，以它的时间要掌握得很好。是。九人道是第九棒的周子杰，出手打到在三垒边线的界外。不过陈冠伦呢，他做到的一点就是起码他是投进去，然后让这个打者打，那不管是打到内野跟外野，真的他的队友才有事情做。对，这个球出手没有办法接到，形成了一支平飞安打。外野这边把球接到球之后啊，要传向二垒。今天周子杰也三支安打了，这支安打呢再带有一分的打点，让二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投的位置其实到这局来看都还蛮不错的，但只有几颗球，其实在队友的守备这部分来讲的话就没有处理得很好。但这局其实以陈冠伦来看的话，他的好球带的进的位置还蛮固定，所以说明了一点呢，毕竟有时候投手还是需要野手的帮助的。对，这球投了一个外角的挖地瓜，捕手没有办法接到，跑者要推进到二三垒。今天捕手王一军，也很辛苦。所以对父亲来讲，我想有空之后其实练练接滚地球啊，或者是高飞球，对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的。你说今天虽然到现在来看比数是差距比较大，但有些球看起来其实都应该是接得到的。所以重点就是手背的基本功了，接传球，另外还有像是滚地的接球跟高飞球的接球。面对郭启二投出了四外球保送，现在应该要换投手了，我们先休息一下。Thank you.
看到在附近高中这边换上的是背号12号的朱伟成。朱伟成呢，也是一名左投手，哇，这队真的是盛产左投，左投超多的，左投海嘛，左投海，哎，现在流行的就是这个，只要人一多起来啊，都可以用海来形容，左投海，是第三位的左投了，今天，不知道其他两位女同学啊，会不会上来比赛了？嗯，还蛮期待的哦，嗯，因为这有可能是他们在这次黑豹旗的最后一场，嗯。所以教练应该是会想说让所有的球员呢上来体验一下，那等一下也有可能会随时换代打。哦，宇正要来准备了吗？今天陈伟霆也陈玉霆呢蛮辛苦的守这个右外野，打决到第二棒的詹立成，拉过来打到在左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在界外区拉太快了，嗯，现在是一个满垒的局面，这个半局啊又再添得3分，目前新店高中是29-0的领先，嗯，投手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队友已经有没有回到守备位置啊他不管了，不管了，现在眼中只有打者他对决的就是有打者就对了，对对对，眼中只有打者，偏高的球硬砍，用劈柴的一个方式，两好两坏，又砍，砍到在三垒方向，啊，两个野手过去都没有办法接到，或者现在要绕回来得分，这个球传三垒，看有没有机会，哦，不过第一时间也没有接好。三友之间这个球也传得出去了，再让球队攻下第31分。其实以朱伟成来讲的话，其实进来都原则上都还有办法把球控进好球带，啊，只是刚刚在三友的守备来看到比较可惜，啊，是，这个球真的是角度有大的掉进了好球带，出手打到一个飞球，看到是游击手还是三垒手来接，最后是游击手接到了，游击手接到，现在五，三垒上的跑者还想要冲本垒，不过他们反应也蛮快的，哦，抓到第二个出局数了，嗯，所以朱伟成上来看起来状况还不错，嗯，最后还是选择让给游击手接啊，对，打决到第四棒的年少卿，这球也是打了一个飞球，有没有机会接到了，哇，不错不错不错，连续抓到两个出局数了，结束了二局下半的进攻啊，我目前现在双方已经超过了30分的差距，
贵啦，什么累到这样。因为不要放球，顺势丢下去就好。那我靠你高一点，让他好。31是不是啊？他们31比。高点。对呀。昨天是哪一所学校？我到哪一个学校？复兴高中对上新店高中的比赛，目前是两局打完31-0，那当然也符合这个要提前结束比赛的一个条件。这次呢是3局20分、5局15分、7局10分，这是大会的一个规定。那看到呢，在复兴高中这是3局上半的一个进攻机会了，就是他们必须想办法要延长赛事，不过也是有难度的。看到在投手部分做更换，换上的是背号一号的陈君伟。新店的两位投手来看的话，然后他们的投球动作其实都有稍微，应该说有在长时间投球来看的话，他的投球其实协调性都还蛮不错的。因为今天现在看到这个球打到在左外野上看台，投手陈君伟在今天原本是守右外野，现在被拉到投手，让投手卢百宏下去休息，速度也可以在110公里以上。触棒明显让打者来不及了，对，而且以他来讲的话，穿这种一号的背号，可能是蛮有可能是正宗的王牌投手，有可能哦，王牌上篮，所以做了手背的更换了。新店在这边当然是可以挺进到下一轮的比赛了，那在这边也是让球员上来做热身准备，换上背号15号的谢玉哲守二垒。打击轮到第三棒的陈立仁，第一个球内角偏高，不小心传球传太高了，他说我是背力太好，背力太好，不小心啊，这轻轻的一丢，怎么就丢过头了？给我两个太高，一个太低，连续了三个坏球。今天陈立仁在前一次的打击也是有成功上垒，利用对方的失误。连续了四个坏球保送，就是投出保送，但是感觉上以新店的第二位投手来看，陈俊伟，我觉得他投球动作真的协调性还蛮不错，还蛮不错的。另外一边，结果台中体中刚好20分，终结掉了五人高中，3局提前结束。这次因为有分
北区啊，北区还分北一、北二，另外还有中区、南区，所以有相当多的球场呢，同时在进行比赛。嗯，这也是去年其实黑豹级结束之后进行一些会议有所达成的一些协议啊。就是说尽量其实让在第一轮的时候不要让这些选手其实有太多这种所谓移动的一个机会了，因为其实以去年或前年都发生同样的关系，就是两支北部的球队却因为赛程安排都安排在南部了。南部对。当然，所以但是有时候，当你进入到第二轮之后，你就很有可能会到外地比赛，那的机会相对来讲就比较多一点。对。因为先分区了，等于说都在北部，那就在北部的球场比赛，属于中部的球队就在自己学校附近的区域来进行。但是你如果挺进第二轮，很有可能都就会在外地比赛机会就很多了。对，因为可能会对上不同区的球队的。而且我觉得以社团型的球队来讲的话，其实有时候出去外地看看，然后有时候随时的独立的一个让自己生活的一个习惯，我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应该也算是不错的一件事情。因为接下来你可能要试着去自己去订饭店啊，买车票啊，移动啊。对，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的。比如说你了解一下一支团队啊，要出去比赛的时候一些细节。而且你也可以学习的自我管理哦，包括像是出去比赛的时候，你必须得要遵守哪些规则规定。好，在新庄球场呢，最后秀峰跟海兴高中也是最后提前结束比赛，秀峰获得胜利。打击的是捕手王义军，王义军今天在前面一次获得四外球保送，在父亲这边也算是身材非常好的一名选手。这球挥棒落空，没有控好。拐角球，结果让打者擦帽被捕，遭到了三振。就追到一个比较偏外角的球路啊。两人出局。今天对于复兴这边来讲，真的只有一个打者，就是陈立人，在第一次的打击啊，有把球打到内野，其他就是保送跟三振，比较多。六号的陈勋也上来做守备，让大家都能够上来。来看一下两出局之后的进攻，就新换来的捕手刘忠还蛮适合当捕手的体型。没错，陈冠伦的打击，哎呦，这个球投到本垒后面去了，手没有接到这个球，现在让跑者上到了二三垒，非常靠近得分大门口啊！这场比赛最接近得分的一次。而且现在是连续的三个坏球。
这球出手就打了一个本垒后方的飞球。嗯，这个捕手没有什么机会啊。所以场上都还是可以依稀听到了两队教练所传来的那种指导的声音呢。对。回棒落空，这个球有机会来得分，漏得比较远，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哦吼！这场比赛到三局的上半呢。哎，这边在本垒有点危险哦，还跑回来。哇，这反而是因为在四外球的情况之下，这个跑者还干扰成功了。第二时间才觉得说我可以来跑跑看，然后结果我跑了，然后现在反而吸引到了新店高中的一个分散。嗯，没有，所以刚刚以打者来讲，他是并没有上垒的，他是有一个投的比较歪的情形之下而已，他应该还不至于到保送的一个状况。所以是一好三坏吗？嗯，所以刚刚应该是一好三坏变成，哎，可是刚刚已经三个坏球了，一开始就已经三个坏球了，我有记啊。所以搞不好应该是四坏球了，因为刚刚那个爆头应该是四坏球了。但最后一垒上的跑者还是被叫回来了。耶！这球挥空，那应该是两好球三坏球。刚刚是挥空了，刚刚是记好球，那个球是记好球，所以他当然不能跑。好，那这个球挥空是遭到的三振，啊，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刚刚其实不是四坏球，刚刚是记好球，一开始是不是四坏球，对，是他不能跑，但是那个跑变得有点乌龙，让这个新店高中也以为是四坏球保送，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那最后这个挥棒落空呢，就是满球数的情况之下三振出局，啊，结束了这场比赛。最后呢，在三局的上半啊，那复兴高中呢是添得两分，哦，这个阴错阳差的情况之下，还添得这个第二分的进账。不过最后的比分呢是31-20，29分的一个差距，也提前结束掉了比赛，新店高中获胜。非常感动。在阳光洒在我肩膀，坚持就是我的疯狂，不要害怕，只管往前狂，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青涩外表纵然年却像黑豹。璀璨阳光洒在我肩膀，坚持就是我的疯狂，不要害怕，只管往前狂，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青涩外表纵然却像黑豹。
在阳光洒在我肩膀。
坚持就是我的疯狂，不要害怕，只管往前狂，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最灿阳光洒在我肩。今天10月4号礼拜天呢，黑豹旗第三届的比赛持续进行，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呢其他地的一个比赛。秀峰高中呢最后是23-0击败了海星高中，也是提前三局哦在新庄棒球场结束了比赛。那另外呢，其实比较可惜的就是还是有球队啊这个证件忘了准备，所以被裁定啊输掉了比赛。永兵是9-0击败了玉里高中哦，这是在关山棒球场。另外呢，在台体大也就在台中的比赛呢，台中高工是16-1满足了这个五局提前结束的一个分数，最后是击败了嘉华高中。这是在今天其他场地的一个战况，请大家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风起云涌，留下的汗水变只剩笑容，动静之间风起。青春的步伐，七色外表纵然你云少，却像黑豹等待时机来到，直到那一天那一刻起跑，动静之间风起云涌，留下的汗水变只剩笑容，动静之间风起云涌，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动静之间风起云涌，留下的汗水变只剩笑容，动静之间风起云涌，因为有你的掌声，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非常感动，最灿阳在我肩膀，坚持就是我的疯狂，不要害怕，只管往前狂，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七色外表纵然年少，却像黑豹等待时机来到，直到那一天那一刻起跑，动静之间风起云涌，留下的汗水变只剩笑容，动静之间风最灿阳光在我肩膀。另外今天还是有多个场地来进行比赛哦，在斗六这边应该算是今天目前打的最激烈的一场比赛哦，最后是差3分的13-10辅仁高工击败了彰化高中，屏东的部分呢则是潮州高中的7-2击败了台南一中，这是在今天呢黑豹旗其他场地的一个赛事。
那当然呢，我们在今天呢，这个天母的棒球场还有其他的比赛要来进行，等一下也会转播。另外在冈山棒球场呢，则是三局裁定，台东体中最后是击败了五人高中。带领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到黑豹旗。直到那一天，那一刻起跑，东京之间。下的汗水变只剩笑容，第三届中信杯黑豹旗在今天天母棒球场呢有两场比赛要来进行，跟大家预告呢，在等一下的一点半，下午的一点半，竹林高中要对上的是中和高中，都属于是新北市的一个学校，那到时候呢会在天母棒球场来进行比赛，请大家持续的锁定。好，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呢到这边是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棒的奖品，谢谢，我是杨真磊，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午一点半再会了，拜拜拜拜。醉在阳光，洒在我肩膀，坚持就是我的疯狂，不要害怕，只管往前
始踏上青春的步伐。青涩外表纵然年少，却像黑豹等待时机来到，直到那一天那一刻起跑。动静之间下的汗水编织成笑容，动静之间风起云涌，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分享感动。